如果你是做生意的，你生意失败之后会不会选择去打工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生意失败了，他在家摆烂了整整一年的时间，他都不愿意出去打工。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个逻辑，说打工和做生意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。你看他说的对不对？他说每个月呢，如果你打工，你拿的叫做固定工资，一算你就知道你大概能拿多少钱，人生也就算是到头了吧，没意思。做生意他觉得不一样，创业者的道路虽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有的时候好几年可能都不赚钱，但是做生意只要成功一次，改变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，很有可能他还能够去改变你整个家族的命运。而且你会发现自己走这一条路啊，能力会得到非常快速的提升。在做生意这条路上就如同是打怪升级，打的怪兽越多，你升级就会升得越快。虽然我们会遇到一点困难，你越往后走困难可能会越大会越多，但资源也会越积累越丰富嘛。你一旦选择了做生意，那么人生将会有无限的可能性，你想不到的。你认同这个说法吗？